为什么他们选貂蝉？这开局很舒服哎、欸，所以这两个点没有做好吧？工具人的概念啊，我觉得很皮耶、欸，一二三四五个地方都有可能，这卡夫你怎么敢的啊？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看，我们直接看 Matty 吗 ？BP 首先我是觉得。这前面都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问题是在于说这选就是第三选他们斯科德想要用来错位，正常来讲这边可能会选只什么主卡会比较好，正常来讲啊，因为对位打拉克，就洛克西里还可以错凯撒跟辅助，他们不选主卡选斯科德有个原因也是因为因为是书吧，书有陷阱什么的不好蹲不好抓吧，可能他们觉得。那第二点可能他们也是觉得哦有傻力不太好进，那这个是他们的考量，毕竟他们团练测试出来的阵容就是哦，可能他们就觉得说选四颗的会比较好，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耶那这个点吧，既然你可能主卡你会怕蹲不到然后怕不好进场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耶那也同样的道理，因为其实耶那跟主卡说实话相性蛮像，主卡被 ban， 哎呀，主卡是第二轮 ban 啊，这个三选是先选的，是他们选完再 ban 主卡的呀。反正后面嘛，啊，比较多问题的都是这个貂蝉嘛。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他们选貂蝉。第一，打苏、打拉克、打图伦，这三只其实都可以打，因为苏就是打那个狙嘛，那个盾。那拉克罗斯为什么貂蝉可以打，是因为譬如说拉克里进场大绝，那大绝他不是在原地吗，那这个时候貂蝉就可以避那个原地，但是这个时机点要抓得很准。那打图人的部分，我是觉得貂蝉打图人应该没有到特别好打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就是 Mad Team 还有什么中路可以选。这个伊格跟洛里昂都没了嘛，所以他们的选择蛮多的，莉莉安跟克里希这两只比较都能出，然后也比较百搭，然后在中路位上都可以打图伦。再一只我觉得卢米亚我也觉得还蛮强的，这三只我都觉得不错。重点是 Mad Team 这个阵容他们的伤害不太够吧，主要的输出就只剩下拉维尔而已，但是拉维尔他面对萨尼说实话也没有这么好点的动。拉兹吗？哦，对，还有令月，拉兹不行，拉兹完全不行。拉兹打图伦在线上完全会被 counter， 而且对面四只傻尼，你不管怎么拉兹怎么丢傻尼，都打不动。好，没关系啊，那他们反正最后是选择貂蝉啊，可能他们团队有练过啊，打得怎么样比较实际啊？哦，这边哦前期有打出来啊，就是貂蝉冰道嘛。对啊，貂蝉并道啊，然后先杀一个，哎，前面是有打出来的啊。如果你选罗威的话，有可能会被入野啊，我觉得，因为耶纳、斯科德、罗尔、洛克西这四只前面守野都很难守。选貂蝉还有一个点就是防入野，你选罗威肯定会被入野的啦。选貂蝉出来前面就做事啦、啊，对啊，前面就做事啦、啊。那酷酷一个闪勾，再把苏拉过来，再吃魔龙，哇！靠呀，这开局很舒服哎、欸，两颗头魔龙赚翻呢、欸。斯科德是红开，啊！我靠，这边，啊！这个单杀我只能说超级亏，拿到头的是图伦，那图伦就是一只拿到头会很强、会滚雪球的角色。所以这边有点亏，但后续傻尼又再送一颗，哎，傻尼再送一颗，这前期是很碎的啊！哇，六分钟直接拆下塔，哎，这很顺风，哎。不，你们知道先把输的塔给拆了是一件很赚的事情吗？这波首先中路先清。然后拉维尔回去下路想要清兵，那貂蝉这个时候是可以盯住图伦的。哇，
拉维尔竟然选择去下路吃兵的话，那这个时候辅助回补那就让他回补，但是中路要先稍微定一下图伦去哪里，因为他至少要给情报说哦，图伦这个时候是往下靠，所以拉维尔没有办法清这波兵了，你再清的话有可能会被抓，就是拉维尔要有这个情报，我觉得这个情报好像没给到欸，虽然情报没有给到，那我是觉得他也不太能吃这波兵，原因是因为他辅助回补，然后中路是往后退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他第一时间可以先顶一下灵鸟看一下状况，对他直接这样子清这波兵是这边视野完全是没有的，对，就回到视野完全都没有，哇，所以这边都直接被单抓掉，我觉得好亏哦，图伦这样子有两颗头，所以这两个点没有做好吧。第一点就是调查情报没有给出来，就没有对定中路。那第二点就是自己，我觉得他应该也要清楚知道，就河道完全没事，也不太能去清那波兵啊。那后面我记得这边大了输嘛，然后抓过来杀掉。对，这边对啊，这边还是超赚的、啊。哇，这二打二完全打不赢。这二打二完全打不赢，不，因为点是其实他们的技能都拿去清兵了啦，然后所以、他们也看准说 Omad Team 的技能都拿去清兵，所以就直接上。哇，我没有想到斯科特这样子就死了欸，其实他不用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有点贪欸，他还想要回去靠那个位克吗？对，他还想要回去靠那个位克，然后就死了。对啊，他这边不用死的 啊这边好险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好险是拉维尔想要丢中路，他妈刚好塞到这个拉克罗斯，你知道吗？看这拉克罗斯也是有够衰小的，有够衰小的，然后就死掉，有够衰小。我觉得你选貂蝉出来可以，但是玩的没那么好。为什么玩的没那么好了？因为你仔细看他的兵，洛克是勾到了嘛，但他这个时候放兵，这个兵是完全没有意思，就是会空掉的那种。洛克是跟貂蝉怎么配？洛克是先勾回来，原地站住，然后快结束勾的时候，貂蝉兵嘛，在兵原地控住嘛。但是他兵这样子放掉，我觉得好奇怪哦。啊，他完全没有压力啊，你看。他完全没有压力啊，拉维尔的输出也被闪离给限制住，嗯，没配合到欸，这个阵容就是这中辅选出来没有配合到欸，他是出这个大法球加狙魂，代表说他是要走一个工具人的概念，他这把没有想要打输出了，他只想要打控制而已，那你这样子出你就需要更加的去跟你队友做搭配，就是更加的要并到人。哈，我觉得很皮耶、欸。叶娜，你把所有技能都拿去打闪离，然后你最重要的中箭那个霸体也开出来，就这样子被闪离推回去。哈。这波超级亏欸，中塔掉，下塔也掉，中路二塔也要掉，这边勾一个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，但就是伤害不够啊，对啊，就伤害不够，然后Moon One很准，对，就这样，这边大刀然后闪勾没有勾到，这没办法，因为你不开也不行，魏克在下路露头了嘛，所以这波是五打四，你不开也不行。那啊，我只能说很可惜吧，就没有勾到这样。有勾到感觉有戏哦，后面就没办法啦，因为傻尼跟魏克都杀不死了已经，因为就只有拉维一个输出而已。对啊，这把就这样子啊。没有，我现在在看比赛，不是要去怪谁啊，或者是喷谁啊？我只是让你们看懂比赛在干嘛，就是画面是什么我都讲什么啦。
哦，看一下这把 BP 吧。这把 BP 其实我个人觉得问题蛮大，问题蛮大。主要是这个无选洛可西很无敌。你们可以想一下，就是 Mad Team 的这五个人，有谁可以打得动洛可西？而且后面他们洛可西是错去那个凯撒路，你们只需要帮我看野凯组合，龙马拉克打洛可西跟祖卡，光是洛可西一个人就可以打两个人了啦，两个人都杀不死洛可西，100%杀不死，除非洛可西自己跑出来送头，更何况祖卡，祖卡是 counter 龙马跟拉克，那反正就是野凯的组合都是完全被 counter 的啦。那三人线的话，我觉得 Mad Team 会比较强一点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既然你洛可西用过，你就要把洛可西给 ban 掉。这边其实很赚呢，洛可西三等线被逼死。OK， 这波很关键，这波很关键。那首先呢，地图是很明确知道哦，烧了两只嘛。然后呢 ，Mad Team 这边四个人呢，其实是想要夹过来的，夹过来中左的。那但是呢，他们其实不知道就是祖卡跟莉莉安人在哪里嘛，就是有可能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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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可能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地方都有可能。问题出在哦，这边 call 夹中左，但是这个时候伯顿他的翻是开出来了，这边伯顿翻是直接满探这个草，这个满探是五分之一的机会，很明显他是猜错了嘛啊，我也觉得不太需要这样子去翻，因为这波里是四个夹两个，就算他们先集火伯顿没差啊，伯顿不会被秒 啊，然后你还可以再翻一个，所以首先。第一个失误点就是哦，库库这边翻已经蛮开草，那没有翻到嘛。那第二个失误哦，就是拉克罗斯他没有想到这边是蹲人，对，他没有想到这边有蹲人啊，因为库库踩进来了，他以为哦这边没有人，所以被秒了。第二个失误是呢，他们好像有猜人可能在这边蹲吧。就这边龙马是有对草放技的，所以其实这边算是没有到同步了吧，就队友的技能就往草开，那反而拉克直接进草被秒掉，就是被抓到，然后其他人是没有技能可以跟，就伯顿没有翻啊，龙马也没有那个毒可以帮忙跟伤害。这波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？二二打的没有问题，他前面把物级点到一滴，他还有一技能，然后再把卡芬里点残。只是问题就在于说被卡芬里秀了，真的被卡芬里秀了。刚才卡芬里，哇靠，他怎么敢的？这卡芬里怎么敢的啊？很扯哎，就他知道自己有银霜，然后对面没有，然后他这样子点上来，好敢的。超级极限的，一滴血一滴血。哦，二也有保住，但是他没有按到。哦，那就是被木弯秀了。对，库库他不出去，还有考量就是说他想要防这个力量下来。但如果你说哦，怎么样是最好的结果？那当然是这边伯顿直接出来啊，这边伯顿出来，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啊。但这已经是结果论了啦，就你不会想到特尔会被卡芬里这样子反杀，对你当下不太会这样子想到，所以这比较像是结果论，对啊，后面就没办法了，因为你中线输蛮多的，然后你下半部全部视野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就只能打交换了。但是你看，这洛可西一个就打两个。对啊，洛克西一个就打两个。你看这个洛克西，靠呀，这怎么玩？但可儿这个逃跑也蛮秀的，说实话，他跑得好猛。只是打到这里，双边塔都没了。好啦，那看到这里，其实后面也没了啦。
因为阵容其实打到这里就差太多了，就是龙马跟纳克基本上两个都完全没有用了已经，然后一格没有飞起来也没什么用，就只看特尔阿拉斯，但是特尔阿拉斯要点雾极跟诺奎西也点不太动，如果你的装备不够的情况下，所以对啊，后面就没办法了啦，所以后面他们就这样子哦，凯撒也没有，就直接过来，没有凯撒直接过来塔杀就赢了，对啊，这后面没什么好看的，对啊，大概就这样子吧。